今日7月6號星期一，咁啊，中央政府咧就不斷出招啦，咁的確可以令到成個 A 股咧係穩定咗落嚟，咁啊最低限度咧就擺脱咗咧不斷下行嘅形態。咁啊，如果一日咁樣啊，梗係大家都觀望啦。咁如果一個禮拜或者以上咧能夠轉定攞落嚟咧，其實對投資信心嚟講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效應。咁啊，唔係等同咧，啲人見佢唔跌得，又重新再嚟過。最低限度咧，揸住個股票唔使擔心咧，係咁跌都唔知跌到邊度係個底。嗱，呢點好緊要噶。有陣時市場嘅信心咧，係需要咧係有啲政策咧去提振去扶持嘅。一旦去到信心一盡失咧，必然咧就會引起不安。到其時股市一下跌咧，就會引起一啲咧不理性嘅拋售。咁即係屬於係人踩人，咁嗰一刻嘅下跌咧，同基本因素係完全冇關係噶。唔俾呢個情況出現咧，對成個股市、成個金融嘅體系嚟講咧，始終嚟講都係有一個正面嘅效益喺度。咁啊，但係港股咧就唔能夠即係有比較靚嘅走勢啦。事實上，今日嚟講咧，日中嘅指數咧曾經跌過千點嘅，咁啊指數最低見過24,750點。如果你講緊相對今個月嘅高位2號嘅26,459嚟講咧，三個交易點指數已經唔見咗咧1,709點啦。順帶一提，好耐未見過2000幾億成交金額，今日見到啦，即係話咧絕大部分咧係一啲止蝕嘅重盤嘅沽壓出嚟噶。不過奇怪喎，個市有人接喎，只不過撳住嚟接咁解嘅啫。睇睇個指數先，咁啊收市嗰刻咧係25,236點，比你琴日咧係跌咗827點嘅。咁啊，成交金額咧2,127億。咁啊，而家咧市場嘅焦點咧就一面倒咧睇希臘嗰邊噶啦。咁當然知啦。以今日嘅市況嚟講咧，有唔少人估計咧佢會違約。咁事實上亦都如是喎。佢因為咧已經係唔同咧歐洲嘅央行咧係有即係一個傾偈嘅餘地噶啦，大家都反對噶啦。咁啊，反對嘅結局就梗係有機會被踢出歐元區啦。咁剔出歐元區嘅，佢3,000億嘅國債點還先？還唔到，還唔到會點咧？咪違約咯，違約就等同咧好多金融機構揸住去希臘嘅國債嗰啲咧，全部都係付諸流水。咁啊唔使講，咁啊金融機構梗要大幅度撥備啦。情況就等同咧2007年嘅雷曼事件。如果當其時即係有人救嘅，雷曼就唔會爆煲，唔會爆煲嘅，你何來金融海嘯咧？係咪？咁啊，只要有一隻手伸出嚟，係救一救嘅話咧，其實都唔會有之後嘅金融海嘯嘅發生。咁同而家我諗情況都係差唔多噶啦。況且希臘仲係一個國家添，係咪？咁但係事情係咪真係去到咁差咧？我睇都未必，因為咧雖然而家從民咧全民嘅供求咧係決定咗係唔再咧同歐洲央行咧係去就嗰個緊縮經濟嘅政策咧，嗰方面做一個談判，咁啊佢梗係希望咧能夠咧削債啦，延長個還款期啦，同埋你唔好緊縮咯咁緊要。咁呢點其實我冇太多意見嘅，因為咧經濟去到一個絕點嘅時間咧，你仲叫佢慳，佢根本上慳無可慳，連飯都冇得食啦。但問題咧，希臘本身咧又冇咩資源喎，衣食住行好多入口，好多生活嘅必需品咧都係靠入口嘅。如果希臘踢出歐元區，用翻自己嘅以前嘅貨幣嘅話咧，咁由於咧你冇一個儲備喺度，貨幣一定貶值噶啦。咁即係話咧，內地嘅通脹咧係高到你都唔相信。到其時咧，人民或者國民嘅生活咧，比而家慘好多好多好多噶。咁但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希臘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咧，你唔好以為其他國家唔會有事喎，因為牽一髮就動全身噶嘛，佢還唔起債。你好多國家或者好多金融機構揸住佢嘅所謂嘅國債咧，全部冚唪唥都要 write off， 要撥備噶啦。咁咧3,000億歐元，你睇下嗰個情況幾嚴重啊？相當於差唔多以幾萬億嘅港元嘅債務咧，係解決唔到嘅。咁所有金融機構啊、國家都要大家平分噶啦。咁啊，任何情況之下發生呢個咁嘅事件咧，對市場咧一定會帶嚟不穩噶啦。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到最撚尾咧，可能咧，歐洲央行行長咧，會同咧希臘嘅嗰個扎菲人啦，咁啊，大家坐低傾，咁啊，4466傾掂佢啦，咁啊，可能咧
錢係一定要借俾佢啦，唔借俾佢真係違約啦，唯有新債敢舊債。咁啊，或者一啲緊縮經濟嘅政策咧，稍微鬆啲咁多，咁啊還款嗰度咧就延長少少。咁啊，至於撥唔撥俾咧，呢個就我真係唔敢去估計，因為如果你話真係等希臘真係出事咧，唔單止希臘慘，有好多人都陪佢慘。咁係唔係要將個情況去到一個咁極端咧？我睇都未必。所以咧，今日如果你係睇住個勢唔對板咧，就係沽貨咧。可能真係有少少係沽低咗，或者沽錯咗都唔定噶。咁尤其是咧個市咧，今日嘅下跌咧係純粹係恐慌性拋售嘅啫嘛。但係過後大家理性啲去睇一睇啦，二千幾億嘅成交，邊啲人接咗去咧？如果你話有啲散户買嚟搏反彈嘅，一小部分啦，我唔敢講話冇。但係以二千幾億嘅成交金額，好老實講，一定係有啲機構性投資者，有啲資金咧。一路等等等等到而家咧就嚟接啦，哇！真係攞個攞嚟接你噶啦，好似港交所追到上300蚊都追唔到，啊！今日喺240蚊嘅話咧，買到你手軟都仲買得到，啊！真係好奇怪，港交所今日跌成30幾蚊，咁啊事實上嚟講咧情況我就睇係最多唔明朗嘅啫，未必係咁差噶。咁啊七月份嘅市咧係由2號嘅高位26459跌到去今日嘅低位24750點，跌咗1709點。三日之內跌1709點，個情況係好急噶。或者簡單啲講啦，如果24750點暫時嚟講係今個月嘅低位嘅話咧，就算你往後個指數唔冇辦法突破26459點咧，都無相干噶啦。因為咧，佢係喺250天線樓上係斷定咗啊嘛。啊，順便咧講啦，股市咧今日嘅下跌咧已經將4月8號為攞落嚟嘅上升裂口咧係補翻曬噶啦。剩翻一個咧就係3月30號，不過嗰個比較低，而家呢分鐘暫時就唔講住啦。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啊。